我刚才听哈吉斯说，这个月已经发生了10多起失踪事件。他虽然着急，却没有什么线索。听说他不是联盟指派的管理员，而是这里的幸存者推选出来的，能获得这里的人信任。他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。存准的帽子，糟了，这是血，还有拖行的痕迹，有人受了伤。这是刚才他说要拿给艾萨克的东西。我们运气不错，这个水坑里留下了脚印。
里还有脚印，应该不止一个人，我们得多加小心。我看见他们了，就在前面。打我！别打我！看来你就是艾萨克了。我说，最近失踪的人都什么失踪？别装傻！是，你呀，艾萨克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先保护好幸存者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你们知道他没有提起，看来拜托。不过这个让我来吧。有一些货物的运输记录，还有一个指向一号检测站的坐标。幸好我们及时赶到。如果人真的全被荒巢带走，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。你猜一号检测站里有什么？我说不准，最好别是成群的荒巢。
那个多管闲事的家伙，兄弟们一起杀。火力攻击，绝对不留活口。侦测到动力核心遗失，战甲无法启动。奇怪，难道荒潮的目标不是战甲？快过来，被绑架的幸存者都在这里。艾米拉，他很担心这里不适合。穆拉，他们把你们绑。刚才我调查过，好吧，看来我们还……联盟那边还是老样，我猜我们可以先。